率先发行个人专辑脱胎换骨后的炎亚纶，首次以个人身份带着首张迷你专辑《下一个炎亚纶》随风式来马进行唱片宣传。前唱会当天，现场挤满了女粉丝，看来以个人姿态出击的炎亚纶人气也不输给之前所属的组合飞轮海哦。为了回馈歌迷们，炎亚纶在现场用心地演唱了《下一个我》以及《只看见你》。签唱会上，炎亚纶应主持人的要求，现场即兴秀了两招电眼姿势，顿时把现场的布丁们电晕啦。每个人最放松的时候，都是最自然、最好看的时候。好，所以现在可以来演心脏。好，先是这样，还有第二首吗？第二首耍酷一下。耍酷哈，第二首。在签唱活动上，炎亚纶打破以往的黑脸姿态，全程笑容满面，和粉丝们玩游戏互动时都会配合粉丝，更不时为粉丝们加油打气。炎亚纶，我是来自炎亚纶中文网的粉丝。你好，你懂是谁吗？不知道。我是你中文网的粉丝啦。啊。向阳，你认识我吗？认识，我看到你的名字。我跟你讲哦，炎亚纶最后也一一的为粉丝专辑签名，还说不签完不离开呢，让粉丝倍感窝心。这个是